那么下面即句讲啊，那也适当的即个缘起，有一种叫做俗语分别自性缘起，含即个佫分别爱非爱缘起安尼两种。那么即两种，咱即马来甲了解一下哈。迄个佫即两句我佫念一遍：有分别自性缘起，含分别爱非爱的缘起安尼。爱非爱哈。即马即个本论主要是计讲分别自性缘起，分别自性缘起就是啥呢？个别的自性，个别自性哈，即、这个叫做个别自性。即马来哈，即马即个吼，咱即马对即个所在甲看，比如讲，即个是综合体，叫做耐压性，毋过加。一饼，安尼来甲讲哦，伊内底即个装饰中的即个缘起无同，我管听无，即、這个叫做个别自性。譬如讲，太太、先生、囡仔，吼、哦，甲一饼顶无去，更新入去安尼，一家口的人，伊个人有个人的特色安尼。即卖注意这点，所以有的囡仔要收，爸母无要收；有的爸母要收，囡仔无要收。啊，了解哦。有的先生真亲恨心真重，有的先生贪心真重。一对爸母生五个囝，安尼来甲讲，是五个囝的业性，袂当相像。有一句话讲，有时能歹得出好顺嘛，吼。歹得出落算，感受即句话吼，按可见呢，老爸的业性甲囡仔业性无同安尼，即个叫做个别缘起。所以伊即卖伊浮现的命运，好吧？大汉早囝后尾无死，啊，得爱代替母亲，啊，像老母若加生几个，伊得爱爱爱一世人安尼，对吼？迄无大伊都大汉早囝，啊，到尾嫁到翁伊阁无好。啊，老母老爸，伊要嫁给老母老爸，搁再嫁的嫁妆搁真少。我都伊的个别缘起就是安尼啦，这叫做贫苦相。啊，嫁到安个不得不切，安听好无？啊，这个细汉仔囝食命，伊拢唔免做，唔免做，即马嫁到安好啊，搁再真好安尼。安听吼？啊，有诶一对，比如讲迄一手囝，有诶。生做按真庄严，有的生做是丑八怪，这就是他个人的前生问题。这个叫做分别缘起，个别缘起，晓吼？那会当修行，你唔通轻分嘞，轻分讲，哇！你甲阮这啊，着嫁这个偌好，啊，谁人甲找这个遮歹？啊，这大汉查囝着轻分，我细汉安尼。甲老母斗歹，再小弟小妹歹较大，我嫁也无嫁妆。你免勤奋，这是你个别的命运甲个别安尼，这拢唔免勤奋。吼、哦，这点这个是计讲，这个叫做每一个人的装饰性质哦，无一定相像。大家记好哈，即句一个字安尼哈。吼、哦，这个叫做分别自性。啊，唔过这唔是哦，唔是固定性哈。我即马甲你讲哦，这唔是固定性，叫做分别自性。这个唔是固定性，因为这个是相分，暂时变出来。好，你甲你当作讲，我真正歹命，安尼来甲讲。啊，若歹命不一定歹啊。啊，了解？先那讲歹命不一定歹，我正甲恁讲。吼、哦，即马恁记一句话哈。吼、哦，你准予你好命，业色中的善报。但我正要跟您讲，非善，哈、哦、啊！但是你阵业识中浮现的，你个人是歹环境，甲讲叫做恶报。唔过恶报无一定歹，你即马注意听哦，因为善报会阁作业，善报若个作业愈大条。对不对？即马一挂生理人吼，
生理人即马唔得大趁钱，即马转来做邮箱转账。你即马刚看世间白宫卖官啦吼，看世今仔日咱台湾生理人做者变政治人物，看几个有好下场。你小可较想一下，在咱高雄啦、台中啦、台北这大人物，看几个他的下场蛮好的。安尼一点，第二点就讲，你个经商的中间吼，你绝对爱做一寡业，做一寡业有时你上半世非常好，下半世就堕落啦。好，有甚物呢？因为你今仔日。在这先辈中间，你真有侥幸的心理，啊，人就嚣张，嚣张就作孽，作孽到下半世就累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善报非善。恁记一句话，所以你唔要去嫌讲今晚上加好，什么人安怎？我跟你讲，恁上好。你今晚要搁较好，伊都袂当像你今仔来问佛法解脱。你肯定我这句话，哈、哦，你要注意这点哦，你。各什么人外好都无达滴恁的好，无达滴我的好。今仔日什么人比我较好？我一礼拜当讲五暗，什么人比我较好？我逐礼拜当办八关斋，有遮侪人我来，什么人会比我较好？但是当然我是比别人较苦是无唔对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无苦，自然就好，真自然就袂尴尬，吼、哦。恁肯定这个大师，恁爱冷静思维。听好无？再另外一点，要阁甲谁讲？比如讲，你今仔环境无好，你唔通讲哇！我过去无收，今仔环境较会无好。我甲你讲，环境无好，较有时间互恁来听经，安尼偌歹，叫好哦，叫做恶业非恶。恶业的人唔是一定歹安尼，因为你惊恶业，你会落力啊，落力你去忏悔，会想要解脱。你感觉人生真无好，你就想要忏悔解脱，安尼卡去挂拜，安尼好阿拜，当然好啊，吼、哦，免拍搏啊，吼、哦，恁记好条就好啊。我甲恁分析这个道理吼，非常的熟悉，吼、哦，无恁爱输伊啊，你无输伊袂使。今仔我会当了解这個，我就是对今仔日吼，看到这个世间有善辈人拢做恶业啊，有做恶业，伊第二次就去追你啊。伊今仔日有善报，就是过去有做善业，今仔唔够善报。唔过伊今仔有善报，伊阁袂向打实，吼、哦！伊袂向讲啊，我今仔有善报，我安怎样赚？我这个金钱用善德来解处理安尼。所以就我咧讲吼，今仔日求得生活安定，我甲你讲，你着真感恩啊！你记一句话。有时间，我来身体健康，会当来听经闻法。我跟你讲，你都爱真感恩啊，安就好啊。啊，你若讲今仔，予你财产，你都不是他妈暗时啊统计。今仔日收入偌济，我咧讲，你都无事，你今生今世有哪白白过日，听好无？你要创啥？即世人个性命都安尼白过啊，白过了，你搁第二世搁再对落啊？有啥意思？吼、哦？所以我讲，业识上所浮现的这个白眼吼，迄、那个个别的这个分别缘起，这个吼，个人有个人无同。你怎么记一句话？所以唔免嫌嫌别人，应该别人爱嫌嫌咱大家较对。吼、哦，这若是要用正理的解脱道来甲讲，别人是悲哀，如果伫世道内底伫个盘乱甲唔知咩事甲日事，啊那一般愚夫。吃饱了看电视，安尼嘛是消费一年过一年，啊，都无来博缴来啉酒来夜市啊遐耍，啊，日是无代志来算电报条，吼、哦，人讲少给落少嘛，吼、哦，有啥物意思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吼，你着对人生的真谛到底是啥物较对？吼、哦，冷静来思维一下，厝边隔壁，咱内底亲族内底邻兄弟姐妹啊。你甲想看，什么人有恁的福报遮大？听好无？所以唔敢讲善报非善。
恶报非恶，下卡子爱读恶哈，哦叫做讨厌，恶报唔是讨厌的代志，哦，啊了解吼、哦。咱即马一日一日在去正常即个佛缘啊，甲解脱道啊，那么你还会挂拜哈？所以即个叫做啥呢？本论伊个重点就去讲即个分别自性缘起，但是就平常所讲的即个爱甲非爱缘起吼。这个就是计讲十二因缘法，十二因缘法哦，这个就是共同的这个一种体系。众生因着无明，较有恶甲生甲恶死，那么这个叫做有爱啊，甲非爱，瞬间两境的中间起无明。吼、哦，即句话是讲安尼哈，恁注意一下哈。爱就是瞬间嘛，非爱就是逆境哦。但是由这个逆境甲顺境中吼，起各种的这个无明，哈、哦，即马这条你爱注意一下。你即马重要吼，就是这个，伊先来在讲十二因缘法咯。众生因为无明，哈、哦，靠这个行，行就是这个贪爱，这个爱的贪爱哈。現在你們這個要記住好，這個因為我們一定要注意我們的日常生活，無明行性，這個有哪有和這個八識有相關，無明行性啊，名性啊，六入啊，衝修愛处有生啊，甲老鼠安尼，即嘛即个爱非爱，因为即个爱就是贪爱，非爱就是逆境中逆个物件我不爱啊。那么逆个物件你不爱。这个爱甲无爱，这两项无明有相关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众生的感受，伫这五蕴的感受内底，有一个叫做顺受甲逆受嘛。所以这个就叫指这个。当你因为无明行，就是贪嗔痴，行的贪嗔痴哦。那么由贪嗔痴的作业，甲落在众生内底。诶，这个政治学安尼，啊，在政治学内底，譬如讲你一粒仁德政治，仁德相分，哈、哦，这粒相分啦，哈，这粒相分，甲当作是仁德相分，即马你这相分就来出世，出世这个名就是中阴体，就是中性，诶，中阴，你要去投胎迄个灵性就对。啊！这灵识了，开来找有缘的爸母，这个叫做性，两项物质，老爸物质甲老母的物质两项，中音，吼、哦、啊，甲名，哈、哦，名就是中音啦哈，啊，识就是爸母的物件物质，安尼较形成三位一体，啊，什么甲成一个胚胎，啊，胚胎十个月甲成长变六斤，啊，现在开始六斤。因为六根会摄入六尘，所以它叫做六入。六根将来就是要应用含外尘的六尘相触的，哦，安怎样吼？安尼它叫做六入，会摄入。所以六根对六尘叫做十二入嘛，是不是冥想安尼？啊，加生六性叫做十八界，对吼？这点拢记好，恁白日要讲，爱讲有顺，绝对唔通像我头摆计讲名色，甲讲到名加色安尼吼。安就糟糕。迄、那个前礼拜伫今仔日毋着拜五，拜二伫新德即个会长，忽然间起来问我讲：“师，我白日毋带当亲像你安尼下袂？”我讲：“若亲像我安尼无特色，因为一定爱清出有哪。哦”吼，安怎样吼？今仔我甲恁教，毋是我着真教啊，我应该会阁较教。听好无？我即马一世一世未来。后出世，搁再出世人间，应该会搁较高。啊，你白日凡世，你急速前会搁比我较高安尼。你安心啊学，安了解吼？
了解。所以咱若是要认真学，到时间到四圣第十因缘法十八界六波罗蜜，你唔免看过，你绝对会讲到非常流利，互众生听。吼、哦，啊你若无学，啊你有迄因缘通好讲，袂会讲了出入，安尼就无对吼、哦。所以明识六集成六根形成，较来感触大地，即、這个触就是出世。老母怀胎十个月了后出世，含即个大地接触，吼、哦。但是接触，你就有各种的感受，感受就是有顺的甲逆的，叫做顺修甲逆修，就是即、這个咱头仔计讲的即、這个，吼、哦。即、這个啥呢？即句叫做分别爱啊，甲非爱安尼。爱就是顺修。非爱就是逆修安尼，迄、那个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的修安尼。好，啊，即马当然你有顺修，你就接受；啊，若是逆修，你就要甲踢咧边。就是真无合理，你要甲踢咧边，你嘛是多强甲拼出来安尼，真无合理哦。好、哦，即、這个就是你的顺修甲逆修，安尼就变成贪爱还是作业，啊，你无爱还是作业，这点恁爱注意好些。哦，你家想世间是毋是安尼？哈、哦，啊，即嘛来呢？修了，甲贪爱，即个对顺修，即个爱对贪爱，去讲迄个贪爱，即个就是今生，迄、那个是过去，即嘛即个就是你搁在生在人间的今生的现象啊。因为你今仔日既然出世啊，就有感受大地，有六尘境的感受，啊，感受了，你就顺修贪爱，逆修你就不爱，啊，那贪爱你就妄取。吼、哦，一味要捉较到，啊，等互你捉到啊，几个月清醒，伊就要甲拼出来啊，是毋是？世间诶野心拢总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叫妄取了，你着搁做新诶业，即、這個、叫做有。啊，所以就安尼循环，由过去、现在到未来，所以生生怒数不断安尼，生不断甲怒数不断，所以六道轮回着继续咧。吼、哦，所以这段。所做的业拢藏伫心内底咧，啊！即上分起的呢，就是去受报。吼、哦，伫即个无形的政治的上分，啊，去受报。那么即个上分如果质量，第一顺位中间是亲，当你去地界；如果是贪，你去鬼道。吼、哦，啊，如果呢，牛气就变作无量的畜生体出来，变作异形。吼、哦，这点恁要注意。所以有哪重要，爱去无明。啊，免咱去无明，就是一定爱学生智啦。今日恁若拢总无来听，你嘛毋知这代志，你较知影。啊，你若是听毋对哦，譬如去听到蒙师所讲的，你嘛毋知影讲众生免咱对，免咱解脱。吼、哦，所以今日文法就一定爱听到正知正见的，甲你讲如何断烦恼。这点才是落实，今仔日要爱的，啊，无七点八听，他妈僵僵僵，吼、哦，啊，他妈三句不离念佛的，啊，有的是曲解，啊，有的是无义，有义无文的，啊，你到底你要听啥个话？啊，有的讲啊，我得拜这个师父啊，恁师父足好，我足爱来听，但是我得已经拜这个师父啊，我唔敢离开安尼，迄嘛是大戆的德戆。安听无？是多即阵，非多即提啊，对不对呢？足侪人听到讲，哎呦，我实在足可惜，我拜迄个师吼，唔捌，啊，不过我即马唔敢拜伊。我咧讲，这是大傻瓜的傻瓜，加三字，吼、哦，听无？一定爱突破。今仔日为着你个别的生死解脱啊，你无突破袂使进。哦，爱都明记知影，啊，知影伊即马伊无去，无去，伊个也唔敢来遮听。好、哦，这是真是足害的害。今仔日你若是有经过地，诶，这种分析甲学，就是实在要成就地的分析甲学。我讲你都分别心啊，分别心，分别什么叫做见教？分别什么叫做大乘？什么叫做二乘？什么叫做人天？所以我一味甲恁强调，我即马读到遐，我就问看恁会记一个未？是不是真关心你？今听听总阁无去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即马话阁讲倒转来哈，因为伊真内底讲的爱非爱，对众生你若无爱有迷，无爱有老甲死，
你买来出席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买来出席，当然你就唔通作业啊，唔通作业。我无爱作业，当然你就无作业就只是行嘛。我无爱作业，但是你一定要求得名利啊！求得名利，你世间怎讲因果甲因缘起？好，啊，你得小心，小心你若断无明，就无其他这代志。好，啊，当然你爱文化，叫做文思修。好，所以重要是如何去无明，就是代爱有智慧才能去无明哦，无智慧你袂当去无明。所以我唔讲，除非你是天之骄子，我嘛天之骄子呢。伫这个今仔日伫台湾岛内底人呢，真济道场人应该注意比别人较特色，今仔较会当记住到这所在。好，咱会当读到大乘，下列大乘中这十条，就是要予咱生活的基本。好，啊过去读的《维摩诘经》，好，啊大乘起信论迄种大乘，啊我都看无啥变相啊，无啥变动，愈就嘛无变动。好，有增加一挂人，啊减的是减一丝啦呢。哦，啊，增加嘛，增加少，但是我希望心来听的人，你的因缘会当自细到终，就是基本大乘、涅槃大乘听了，卡个家庭刚改名发莲花经安尼，安尼一步一步地哩提升起来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道理是安尼哈，所以现在在讲平常所讲的这个爱甲非爱，非爱甲非爱，就是这个爱就是贪行。非爱就讲无你，你已经接受到啊，啊无你个透露出嚟，迄个叫做非爱，就是伫这个色受想行识，下来对这个业受，迄个叫做非爱。不过你伫这个环境中，你袂使无接受，苦境你得因报因果安尼，你袂使无接受。吼、哦，你若会当听，听到像一个菩萨，你得为因，你唔惊果，吼、哦，你惊果，无唔惊果啊惊作业。好、哦、啊！你即马伫即个逆境中，你着接受好啊！这是我的命运，这个是我无爱是无唔得，不过我无接受袂使。我、啊、知影吼、哦，这个是重点哈、啊。好、哦，即马搁再来哈、啊，也可以含涅在内啦。伊讲十二因起犯吼，有哪会当含涅伫即个个？那么基本涅在行论内底哩。搁再讲哦吼，经阁佛法，譬如讲今仔日佛陀刚经四十九年，安尼来甲讲哦。伊个重点是建立伫即个缘起法印，知影无？你对缘起先突破，因缘起是到底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落去甲思维一下，先突破了，安尼我你讲，你要修行就真落实啦。吼、哦，所以一定爱明白缘起，所以一定爱先认识佛法中个正因。正因就讲个别的因，吼、哦，啊甲国家的因。社会因、家庭的因、个人的因，这一定要先建立好，这就是对这个相分出来，其他无别项。咱了解，就是对咱人的业识的相分先出来。哈、哦，这个就是正因，所以就是所知法的所知义啦。哈、哦，你知影要一切法，一切法安怎变出来？哈、哦，就是伫这个内容内底哩。不过伫这中间吼，我阁跟恁附带讲一项。好、哦，咱这个所得因的这个因，唔得牵连到这因果嘛？哈。啊，但是因果是有附带三世，佮附带无量世，这点爱知影。但咱即摆去讲三世因，就好，莫甲讲三世果哈、哦。第一，咱的上半生、上半世，哈、哦，啊，甲第二，咱的前世。即嘛，恁来注意这点啊！啊，第三就是吼、哦，无量世，无前无量世。吼、哦，这个叫做三世哈、啊。这个叫做三世。你今生总共有生福报真大，唔过你顶半世做了歹，你后半世对对的呀。这个叫做前世因。第二就是你的前世，吼，譬如讲你今生的前前世安尼，较起现行出世做今仔日安尼，吼。那么第三就讲你进前的无量世，这点拢牵连到你未来要所产生的这个果报体安尼，这点你来知影。所以咱注意当下今生卖唔对，啊，那是已经唔对啊，
譬如讲，你今生互你糊涂已经唔对啊，感觉你做人真失败，安尼来甲讲，你即马文化了，你较紧改变，吼、哦，安尼来呢，就会当稳住后半世，诶，即个个固定性安尼。啊，你若到种今日学过了，你也无要参会，也无要听经，也无要文化，那么你原在直直出落落去，原在小将啊，无啥物作用着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众生爱明白三世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哪会当明白三世？你今生后半后半生你已经闻法啦，那么可能第二世就光明啊。凡是第二世就不退转，吼、哦！啊，那无就定啊，搁在颠转生定生定，连咪善道，连咪恶道，连咪善道，连恶道，这是必然的代志，吼、哦！因为所做的业，那无别叫做一千劫，你都免惊消，会无去。经过千万劫难的地嘞，吼、哦，什么时候要浮现唔知影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点代志，恁大家明白哈。佛陀去跟咱讲，正因就是所地法，啊，加所地，这个事法内底人，无论一切色、一切相、一切事，社会、国家的所有代志，吼、哦，拢总是由这个所地意所变出来，所以才产生一个别个发强见嘛，吼，也、哦、就是由阿赖耶识。所变现安尼，那无安尼也是变现，就是因不过安尼也是内底有政治啊，无政治嘛袂变现啊。所以我唔较不是结甲谁讲吼，净土在嘛，吼、哦，净土即个在物件，在物件呐净土吼，你个别就解脱啦。所以注意会记一参，啊个改安尼，改就讲你唔能够做新业嘞。所以我真侪讲话小心，听无？唔通一句话影响到整体，也唔通因为一句话影响你个人对了。因为有时阵真厉害，关键一句话都唔掉得落啊。所以叫口业的中国爱真注意，哦。啊，当然杀到因袂使啊，这是事实的。但是内心的这个政治性会贪进去，你若是讲哇，我这问题真大，不断败坏，安尼自自然然伊家己化解，因为这个政治自然过位去。安尼，你心地光明，心地光明呢，环境就光明，外相就清净安尼。嘛，我当时嘛是捌想，想讲，我若出来讲经，啊，我的外相唔再吸引人个呗，因为外相会吸引人，啊，有些外相无好袂吸引人。你来知影，所以佛陀会变成三十二相，迄就是最庄严相，所以什么人都欢喜去见佛陀嘛。啊，知无？啊，法师外上那庄严，弟子就较容易要去接近。啊，法师的这个音色，啊，加这个语言，那真和蔼可亲。啊，这个、音色真好听，语速真正确，当然弟子都爱听。所以这个相、声相、甲面相拢有直接关系。有无？我那安尼臭头弄，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山东，山东着天花关的啊，着天花知影无？当然较袂重，啊，若是无庄严相，鼻仔歪，还是嘴仔歪一边，吼、哦，啊，是安尼面面臭面臭，当然较袂当吸引众生。所以这个外相，所以讲有那含说法有直接关系，众生要听唔听有那直接关系。所以咱今仔学佛的人，内心清净，自然变外相清净相出来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好佳哉，我去鼓励人说说，唔过我面色无清，吼、哦，安怎吼？所以人拢会听嘛。啊，若假使讲我鼓励人素食，毋过我面色带青黄啊，啊人就讲长寿法师食到无营养，莫听伊话，对吼？你自然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由修学而来。大家注意，你今仔若有实在修，你将来变成相出来，嘛真庄严。啊，真庄严，你讲的音声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观音、假音就真好听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啊，这个语速就真健康。所以这些问题有哪会当吸引人？所以佛陀变成三十二相，所以有无量的弟子拢挖来。吼、哦，这是有哪优秀出来，就是净色，才清净了。吼、哦，才直直清净，就无变成迄个歹相出来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有加实修，有加实学，当然你讲的这个道理，就会当客如来正教。吼、哦。客如来见教了后，我将各家自己讲一下。客如来见教，这个叫做啥？感应道交。
吼、哦，这个道教同你含真理有已经沟通啦。讲我讲的法啊下真理，啊，即马来我修的啊下真理，我的精神有哪含菩萨的精神相像，我的精神含佛的精神相像，这个叫做道教。安听无？所以咱卖虚假。啊，若是有虚有道教哦，比如讲我今仔含真理道教。含菩萨的心道教，等于含天地光明、天光明、甲地大量，安尼有道教，安尼可能较容易在各种的问题内底较好感通安尼，叫做感应道教。啊，你今仔日若是讲对三宝虚虚假假，安尼就是含三宝有脱节，安尼叫做无道教。所以你一定要将你的心当作佛。用佛的心当作家己的心，啊！你表发现起来的心含佛心完全相像，这个叫做道教。含正理已经有沟通，有摄入啊！安尼来，什么代志拢好解决。哦，这点大家一定要实在哈。哦，啊，当然你都要去无明啊！你今仔日去修行，啊，佫无明，你啊佫乱舞一场，哪有可能讲你的外相变庄严相、阴色相变作好相呢？哪有可能？哦，啊！你今日来当变甲一日一相一相地起来，当然将来你个，你要度人天真好多啊！哦，你就讲你有个说法，让诸菩萨伊就带龙天护我来嘛。你的道理真健康，你个大夫说法啦，你会当先说来度在人天，地藏王菩萨就带一挂鬼灵来听嘛。因为你个说法真健康啊，当然伊先说教育海鬼灵，教育天龙八部安，这自然的代志。所以真内底即句话，毋较加讲安尼吼，正因所地法所地就是安尼一节，你一定要讲个清楚。啊，但是你今仔下当讲个清楚，嘛是过去无量劫，伫迄个佛法内底所得到个嘛。啊，得到了你就藏伫装饰里嘛。你今生接到佛法了，你就变出来。吼、哦，虽然有往白过倒白，毋过文化了即是变现。吼、哦，人佛祖就甲你教，就甲你处理，互你变现起来嘛。那像咱前日有甲咱讲过吼，迄、那个布袋书，你毋着听到无？你甲看，伊即马着三分先画来，即马来七分画来，对吼？啊，淡薄着先画来，淡薄着观世菩萨来啊，叫做上头道着画来啊，画来着甲讲，讲你含我过去伫皮薄烧的约束，啊，你即马含我的物件伫藏伫到处落影啊，你搁到这个流浪，讲你若毋相信，你着照水影，照人了着发觉伊会讲出来嘛，迄着开悟。这个就是旁边自然有甲你有人圣人甲你助缘，啊了解无？啊你若是真心要为众生努力，我死嘛不要紧，当然诸佛就讲看你的精神相像，含诸佛菩萨精神相像，那么伊就甲你转到，互你真正会当非常热心，你的悲观内底，互你发展甲达到究竟安尼，所以一定要靠自力，包括靠他力嘛，吼、哦，这个当然是你一定要。这个装饰的所在，你嘛爱藏物件落啊！你若无藏物件落，你哪有可能？哈、哦，这点爱注意下。咱大家都实实在在落，这个法门无量誓愿行。啊，你真真正正实实在在落去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哈、哦，安尼就对。啊，搁再来呢，迄个搁众生无边誓愿度。所以你今仔落实佛法了，自度度众生。安尼到尾佛道就成嘛，好，这是必然的哈。即马来，咱来讲下面这段是真长啊哈，这段有够长，因为这段内容真快，中间伊讲所地相说在第二，所地相说在第二就是啥？即马你甲翻过来十八页，好，翻过十八页看这个本的论文一个，就是迄句。迄句三种自性，三种自性，第一叫做依他起自性，第二就是遍界所执自性，第三就是完成实自性，睡眠所知相体安尼。吼、哦，即嘛知影吼？因为即个所知相体和所知依体吼，拄啊延伸出来，延伸出来，即嘛咱来甲看一下解说，来翻过二十八页。立大乘论吼，伊既然甲你分出十点，会互你成分，这点一定要落实，完全清楚才会知者。这十个点，但是后壁佫直直讲哦，讲真济，
讲到这个十处了安尼。那么这个队伍元气的印象，吼、哦，元气就是外面所生起的这物件，不论人、事，吼、哦，还是相，吼、哦，还是这个技术的景，会记着哪，吼、哦。这物件你得爱了解，就是对这个相分辨出来，就是头前所讲的这个所地以体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么这个所地以相，这个外境的这个，譬如你个人啊，还是讲众生，还是讲人事动态，还是讲这个外相，还是讲这个环境，哈、哦，那么这拢总是对这变的，对这个物件变的，就是由这个无形的相分，啊，加变这个有形的相分，哈、哦。現在這條一定要知道、啊、所以你要改變改變你個人的命運，唯有對他來改變而已，不是說你刻苦對外面變的。所以這個東西先說說的，這個宋朝李宗的時代，那個陸九淵跟朱文說，那個結物弟弟的事情，他說你要結物不是結外物，是一定要結我們人的心物。所以現在 這句話和那個結物結心物完全相像，但是朱文公讲结束文嘛，迄就真正差劲啊！听无？对内心来去革新，哦，即马就是伊要甲咱转一个，所以他讲进一步，对缘起的印象，甲渐渐的啊，甲进一步无缘所生的这个诸法相，较来了解外境的这个诸法相哦，一定要求得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啊，即嘛外缘的这法相，就是有真假、有甲空。哈、哦，到底这个外相是真的还是假？是有还是缘起空？安尼，缘起有甲缘起空，这点一定要先了解一下。即嘛重要是安尼，因为众生的贪嗔痴就是无明白在，今仔学法的人弃除贪嗔痴，就是有明白到底外境是真还是假。是有还是空安尼？吼、哦，当然咱即马在问题有一点概念啊嘛吼，啊概念即马伊即句话甲咱讲，就即马会阁更加了解，可是一定爱有一个正确的、正确的知见。吼、哦，即点袂使无，所以下话就是要这段第二段就要叫咱知影即个。吼、哦，所以即个阿赖耶识为诸法自性缘起嘛，吼、哦，诸法的别性，会记着吼。譬如讲，咱今仔日人道内底有男女，安尼就无同嘛吼。男女有无男女的这个生理、啊心理、啊甲物理安尼，男种甲女种无啥像。啊，当然这个动物内底佫有四十亿类，这个嘛是因缘起。但是甚物原因会变作有一种食草，有一种食肉，有一种出世就是要防饲大只物件。啊，是安怎有一种出世就是要行人的侪？哦，这两种有因缘起源，是安怎个？一说就是会出世地来红台，听无？啊，是安怎鸟啊？会音声骨来唱？啊，是安怎大小差遮济？啊，是安怎色地阁无同？这两种有直接关系啊，两种是因缘这个所地依体来在变的。好、哦，啊鱼啊是安怎遮济？人佛陀甲海莲王讲，讲就是众生道心今仔开有这水族类遮济。安听无？啊，是安怎？咱这个世间人事是非安尼无量，嘛是拢心变的啊。吼、哦，即嘛，这个是个问题，都一定要先知道。这个诸法的自性是对对来的，还自性就讲还别性，就叫个别性。一个人过来种性，对吼？环境个变，顺境就造业的性变出来，啊，逆境嘛造业的性就变啦。所以顺缘到恶缘，对凡夫来讲，拢是造业的因缘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是讲今日要解脱的人，顺缘到恶缘咯，逆缘拢总是正常缘。你敢要相信？听好无？逆境也是正常缘，顺境也是正常缘。啊，若是讲在凡夫的里边内底，顺境也是恶缘，逆境嘛恶缘啊。顺境伊就翘头落莲嘛吼，安、哦啊、听好无？就天天花天酒地啊。算不是恶缘，啊！那逆境呢，伊就想办法，要安怎样贪取安尼，对不对？相信无？无你安尼个静观住天下所有众生观怎样？
啊，今日合法的人逆境嘛是正常个啦，即落好无要紧啦，逆境就是甲磨练、甲考验啦。啊，若顺境，我着佫较好，有时间通去看册啊。安尼算比拢正常个。所以即个着看你个心地，看你今仔日个心情是安怎样。吼、哦，所以即个爱知影哈。所以今日伫甲讲，将来啊就所现的一切衍生个诸法咯。因缘所现法，就由相分变作外境的相分，应该显卡，哈、哦、啊，去甲知影缘生法的真相啊，是安怎靠这物件，还是因缘所现法？是安怎靠因缘所现法？这点就是今仔日最爱落实的这个因缘法，哈、哦。啊，你若今仔会当落实，当然你的境变、境迁、境移，哈、哦，拢总心安立定。等到欢喜接受完嘞，啊那无嘞，你得恶习啦，得石头啦，对不对？得变刀啊，变椅啊啦，得拍大拍细啦，啊，做工作嘛得请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得受气得杀人啦，啊得杀家人啦，吼、哦，啊这算唔是你今仔日是处在烦恼地得安尼啊？啊你今仔日若是要处在这个解脱圣地内底、圣人地内底，你都无啊，无共安尼啊？吼、哦，无唔对，真懊恼，足受气，啊受气，有时受气一个一句话安尼说，对家己会惊吓，讲害啊，我开安尼，啊我内底啊个有遮歹物件伫咧，吼、哦，孔子会受气呢，孔子受气计骂人吼，迄、哦、是足无理的呢，伊甲知有甲骂做臭茶呢，知影无？迄、那个知有一个人肥啦，啊不是爱困中昼，啊孔子甲讲袂听，讲吼。哦朽木不可雕也，讲这臭草不当雕刻啊！这句话是真侮辱。孔子会骂人呢，听无？啊，但是佛陀嘛有时柔和，嘛有时激烈，嘛有时是安尼柔和半激烈啊。无多，但是佛陀变出来，心是为着要降服起个人。啊，不过咱凡夫无同啊，顺境就恶恶乐，逆境就安尼面闹面臭，这就凡夫嘛吼。那么这物件对对来，就对相分出来。相分有物件，开变安尼出来。咱人去安内，也是这个心地来这里喏，都是有东西开变安尼出来。但是今麦来哦，显卡了的衍生化的真相，迄、那个真相就是相分。对，咱人去安内也是安尼卡会当安怎呢？显灵万里，静业顺减两变安尼。那么这个静业顺减两变，这句话吼含义者。有牵连到这个世法，啊，甲出世法的净业损减。那么，什么叫做净业损减？咱个读了知影，因为有净业损减的错误，这个叫做过失啊。哦，这个就叫做过失啦。那唔相信你这么个读，读过来，搁再个现出来，这个个二十八页过来。这么，这个是去讲第，这个第三哈，这个个，这个讲这个个第二，有无？为即、这个以他起的自性，哈、哦，啊，甲骗假所即个自性，外生实性，睡眠所伫一体，哈、哦，即马即个，啊，即马佫整个瞬间吼，你即马佫来看，佫再看哈，即、这个文一定爱怎看，即句话对对来，哈、哦，即句话吼对对来，对即个二十六页列大声，哈、哦，好，你甲看哈。处第二句哈，处何？无为诸菩萨无主无主法音，要先显意，弘得缘起，应得显卡。处何无缘所生的诸法，应现之相，显灵万里，净业瞬间而变故也。好、哦，即马即个就是解释一句话。好、哦，来很多等来，会过信，所以这边。A G 啦哈，是含有不净有偏狭的意义安尼，不净就讲无正确的见解，啊个偏差狭妄的意义伫因内底哩。好，即句话哦、喔，但是世亲所翻译的论，所解说的论吼、喔，凡夫妄执的偏见执性是无实体，这个凡夫正性。凡情妄执，凡夫的精神，伊的知见上的精神，伊所家己希望的固执，就是等于头前迄句叫做偏见所执性。
就是讲凡夫对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普遍计较，啊个普遍计执的这个计较执着的这个哈，执着心无实在，搁执着的相貌无实在。执着心对啥？对相分变得见分，啊见分所执着的外相，这个叫做相分安尼。那么这个见分甲相分拢总无实在，这个就讲安尼，啊了解吼？拢总无实在体。你家己心内想也无实在，啊！搁在你执着的这个世间上，有哪无实在？这分做啥？五见，吼、哦，啊！甲外相，即嘛，这个是讲凡情啦，就是凡夫的情色，就是因为你是凡夫的情色，靠妄执世间的一切法安尼。不过这拢无实在，这个叫做偏见执、普遍计较甲执着，迄、那个个性，啊、哦！但是若执以为有。安尼叫做净业执安尼。凡夫如果那是执着世间，诶，一切相是有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是净中邪见，叫做净业执，就是净中邪见。即句净业执就净中邪见，恁家己小可用笔抄开当边啊。安尼你白日看免搁再思维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净业执就讲凡夫，你那是执着世间的，即个世间相是有诶哦。譬如讲，第一，家庭是有的，夫妻感情是实的，啊，讲你的财产是实在的，因为即马世间就安尼嘛。所以有的人讲我打拼啊，我为着家庭啊，为着某囝，为着爸母啊，啊，着拼生拼死，啊，甲做足侪业出来，这叫做偏计执。如果你若是安尼吼，我甲你讲，这个叫做邪见的增长。即句正业执，执就是邪见啦哈，执着的邪见。正业就正当邪见安尼，即句话想了解就安看好无？哈、哦，那么第二句性地五蕴，比如讲咱今仔已经开始去体会入到即个如来正教，啊，毋着要渐渐成就即个个法界啊。毋过你若是已经体会啊，完成实性是有实体哦。会记一句话，如实空，如实不空哦。会记一个要这两句诶。大乘起信论讲的啊，吼、哦，如实不空较对哦。啊，但是你若知影讲这个空性之空，唔是无安尼。吼、哦，即马记这句话哈，这句就讲完成实性是有实体，安尼较健康。如果你若反执为无啦，你若讲啊空，空理本来就空，就空的，是一切无。唔过人甲你讲，迄内底有一个基本功能啊，叫做如实不空啊。虽然是迄个物件无看到，不过人伊会创造万类啊，吼、哦，叫做如实不空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如实不空等于完成实性嘛，就是会当圆满诸法的实体性安尼。好、哦，安尼即句话哦，会记着咯。空而非空，安尼等于有。啊，你若是甲认为无啦，即、這个有哪叫做损益执啊，损减执。听无，就是你这个人学法学家到这，拄啊一种邪见的增长安尼，安尼看有哈，就是等于有那邪见，啊，咱袂使无注意啊。有阵这个法语哈，你今仔日也甲这个个今仔日这个了大乘论，这个无德菩萨甲你讲啊，就是众生有这问题嘛。众生若无这问题，伊就免甲你讲这话。就众生今仔学法的人，而这个出世众生有这问题，有这个认为完成实性是空，这不对哈。因为是空无唔对，唔过内底有功能伫咧，安尼叫做空而非空，安听吼？啊叫做如实不空。啊唔过世间人执着世间的法，你若认为讲世间法是有诶，安尼这个有哪叫做邪见？你若是因为世间吼，这个金钱、名利、吼地位、某囝，这拢有诶，国家啦，啊，你做啥物会，你若真有，这个人就是叫做邪见，所以你得如贪嗔痴安尼。吼，啊，今仔合法的人会记着咯，你若搁再一味为着名门甲利用哦，那么你实在要家己要对你好死诶，哈。啊，今学法的人，注意我即马甲注意讲者，你今仔日若是无彻底了解吼，你原在搁在为着经济啦，啊来损失生命，甲损失时间。我甲你讲，你今仔有哪原在无入法，就是你伫即个认为世间是有诶，
这个有了是下根的成长，你对世间话办袂落，安尼就不对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问题吼，这第二段内底都一定要彻底了解。迄、那个叫啥？这句叫做骗过境甲引人去，这个是非有，有是非有，但是完成性的空，空是非空安尼。听无？吼、哦，安尼来开当落实。因为它的变现上就不像那空，它可以形成整个戏，整个这个银河的几个星球拢总的动态，这样那空，对不对？它可以给你运作太阳，去普照九大行星那空，了解吗？它可以给你运作生命，让你的胃的消化，让你的眼睛会看东西，让你的眼睛两胃会感觉眼睛痒，吃了太饱会饱，这样哪有空？有空吗？这个物质里面一定要有那个主体功能的一体性，那个给你运作，所以我们人的如来中空是非空，但是一切物质有是非有，你一定要落实这个话，所以这段的第二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情。好，暂时说到这，弥勒尊老。